只要你带我离开这里，我就帮你把一切都恢复原样。成交，咱们走。然后呢，我们去哪里？你现在回家美美的睡上一觉，明天去学校的时候就什么都好了。这是学校，你要叫我杰瑞校董，而不是直呼我的大名。杰瑞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让我叫你什么？还听不明白吗？豆豆同学，在学校叫我杰瑞校董。什么情况啊？这下杰瑞怎么成校董了？杰瑞校董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嗯，这都快上课了，我们快点去教室吧。哼，这位同学不太懂事，我刚教训完他，走吧。杰瑞校董、啊、这位同学，我可是很忙的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一下傅帅同学在哪。嗯，傅帅是谁？我不认识。走吧妙妙，我们上课去。为什么杰瑞说不认识傅帅？我去问问小豪，他这会应该在体育馆打球。 Later。小豪，炸！嗯，是兜兜啊，找我什么事？你有看见傅帅吗？嗯，傅帅谁啊？就是高傅帅啊，前两天当了校董还把你开除了的那个。啊？兜兜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不认识什么高富帅，校董不是一直都是杰瑞吗？他可是我铁哥们儿，怎么可能会开除我？沙福林，你出来！嗯？哎呀，大早上的，吵吵嚷嚷的干什么？我问你，富帅去哪了？为什么杰瑞成了校董？啊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昨天为了给你证明那一下子，花费了太多力量了。那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了？当然不是我。老夫帮你看看，梦谁吐了梦卡，梦谁谁吐了梦谁卡，大地瓜那么烤地瓜，一块钱能买仨。哦，他们的记忆被人篡改了，而高富帅嘛，他的存在也被人抹除了。什么？富帅被抹除了？